国巨星大游戏展就要登场啦，所以呢，也有越来越多的新游戏纷纷的曝光了。而这次介绍的《龙骑士传奇》呢，它不但画面美、内容佳，而且如果你游戏玩得好的话，还有机会可以获得爵位呢。听起来真的是很不错，那我也要到游戏里面好好玩一玩，当个官，好好过过瘾喽。韩国 SG Internet 公司表示，他们代理由韩国 RPG 工厂所开发的最新线上游戏《龙骑士传奇 Online》，预计今年十一月在韩国展开首度封测。这款有着浓厚中古奇幻风格的线上游戏，共有人类、狼人、妖精、灰妖等四个种族，而首播开放战士、圣骑士、法师、术士等四个职业。这款游戏除了提供华丽的视觉表现之外，最大的特色在于爵位系统。游戏中每个职业都可以拥有爵位，提供包含像皇帝、教皇、贤者、元帅等爵位，依照玩家爵位的大小将影响税金征收，还有爵位专用的技能与物品。如果有兴趣的玩家，不妨到韩国官网申请参加封闭测试哦。